飞驾到！噔，今天本贵妃呢，终于有机会来 try 这一间网红中餐厅啦，就是这一间乐庆。你看外面整个就很高级、很高贵，完全就是符合我的气质，有没有？走进去吃好料喽！嗨，小姐，请问是有定位吗？有，安德水晶。安德水晶，好，这边请。哦，原来这里面还有电梯喽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们这里有三层楼，你的位置在一楼。他们楼上这里还有一个很大间的 VIP room， 你看桌子极长哦，超适合一大班来这边聚会啦。这里下午除了有点心，还可以叫菜吃饭。嗯，这边的 menu 一看就很适合我贵妃的气质，精致又高贵，这样我点几个来试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，你的点心到了。嗯。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可以吃。哎呦，这个虾饺都跟别人不一样，上面涂了金金酱，还有鱼子酱在上面呢。完饺鱼子酱整个就 up level 去了，鲜甜，嗯，讲啊，这秀麻有很香黑松露味，试一下。嗯，里面竟然可以做到流心，这是。他们算单吧，那个小个都可以做到流心哎。秀麻有小鲍鱼在上面哦，黑金流沙包。哇，不错。嗯，满口都是咸蛋味，太幸福了。拼卡乐的红米叉烧包，试一下锅贴。里面有鹅肝，你们看，有一整块鹅肝在里面的，很香哦。这个是三八臭豆炸水饺，很脆，真是有三八味，还有那个的大油味道慢慢出来了。芋泥加了一层虾包，很香。第一次看到咖喱煮生虾，你看它生虾很大只，还有满满的虾膏，喂。哇，肥美又新鲜，我重点是那个虾已经吸进了咖喱汁，那咖喱汁也很浓一下。哇，天，满满的虾味，这次吃会被胆固醇爆表哦。杏仁脆皮白花鸡，这道菜真的很精致，上面这里是鸡皮，中间那个是虾肉，然后。后面这个是杏仁片，哇，这道菜的口感真的很丰富，它上下两层都是脆脆，然后里面 soft 然后鲜甜的感觉，不是一般的师傅就可以做到了。蛋白带子竹炭豆腐，千岛炸虾多士，这里的环境跟食物本贵妃都很喜欢，我会叫多其他的贵妃朋友们一起来的哈。